是吗？是持续延续下去。如果希望听到他的笑声，同事们还是要先拿出来帮助我们选手加油。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持续的加油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努力，先把我们的笑声借给林书义，恭喜加油！台湾中心就第一首领导者编号43号林书义，好嘞，跟我们一起来，恭喜兄弟，恭喜兄弟林书义，来掌声！好，我们恭喜我们林书义。
师傅。